我就是一天一首歌，然后再转过来。哎，咱们开个玩笑啊！刚才伟忘了三个俊男当中，哪个俊不对？刚过年忙不过我。过年忙，过年忙可以去做哎。大哥，对呀，这个欣赏，那你必须把你刚才回答给霍建华的如实和马上回答。这三个哪个款是你那款？对。啊，霍建华，你先说不好，一会儿你公正啊。实话实说啊。我说我讨厌。哎，你好紧张是吗？我刚设计的那个信中那样的味道是吧？但是刚才胡歌和王凯都掏枪了，靳东没掏枪啊，他一点都不帅啊。而且靳东他感谢过自己的家人是吧？对对对，但是我知道心爱家的好男人，这一路走下来到西湖新村这么多年以后，他喜欢靳东我知道，是个岁月的积累是吧？胡歌积累可不少啊，你看他积累都是那样子的，挺好的，大胡子就是啊，三个都很好，三个都很好，对对对，不同阶段都可以是吧？也行啊，哎呀，今天你康发的呀，不同阶段呀，囊括是吧？祝贺祝贺，最具实力，真是绝绝对。